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。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若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，诸位说是在找人。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，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。有人大着胆子，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。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是有人假冒大小姐，这冒充大小姐的家伙可真容易惹事，抓到他后可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大王，说不准冒牌货还有很多个，那就一个一个全抓出来。这得花多少时间？大王别说笑了。最近可有什么新奇的事？要我说，就是天台密林的青铜大老虎了。那头老虎面目狰狞，它一吼啊，十里外都听得见。听说它还会吐火呢。
这是黑火的痕迹。不错不错，这的确是黑火留下的痕迹。大小姐定是追上追上鸟，追上鸟，反了，还不能打鸟，还要偷鸟。大王刚刚被我打了，有战斗的痕迹，是这意思，或许是被妖魔缠上了，被过去绊着脚不可。不行啊，带着香包的陆林军，恐怕这就是静儿答复了。盼君早归。是啊，盼君早归，盼君早归西了。又是陆林贼党，一起归西吧。有状况。那有声音，有状况。
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星耀，